好，来 ，OK， 哇，店长亲自指导，阿远在旁边讲风凉话。测一测好了，不然人家口水喷进去。嗯。转十圈，然后反转。要到底吗？要到底，这样子。所以这时候可能不是浮起来，有些还依然会粘锅的意思吗？就是你一样，就是试看看有没有，有的话你现在有救，把它刮起来。搅拌其实搅拌也是要写在程序书里面的。好，在那个对，好，然后我们这时候你可以解释一下它的颜色吗？它的颜色还不够透。它的颜色它现在就是表面啊，对，表面是深的。不过你要等到等一下还会再更深一点。对，我们用小火，小火让我半盖好了，这样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再两分钟。再看一次，好。我的压15，煮15分钟还是保温15分钟？就是现在状态15分钟，出来，然后这样像模拟小火的感觉，就好转三格纹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数据再给我，数据再给我。好，我们用1650瓦的来做这个煮。